刚刚声音，好，那一二三要不见了，一二三。这是什么？小老鼠，小老鼠。哦，难怪你一直要看歌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纪晓岚。纪晓岚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。纪晓岚，纪晓岚看起来就是霸道。嗯，对。我们先听一下，纪晓岚，先听一下三维霸不霸道？哎，三维是32D、24D、34D。霸道，霸道，我跟你讲，有样子，有样子。那星座霸不霸道？射手座，射手座，霸道，霸道。真的吗？霸道，万岁，还好吗？射手座他，哎，我也射手座，不是射手座，你不能管他啊，对，不能这样，他要自由啊，爱玩哦，对不对？射手座你管他就觉得烦了，何必，对不对？来，你霸道的事情是什么？我霸道的事情，男友必须随时被我整。整蛊吗？啊，不是，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，然后我希望男友陪我一起玩游戏，然后或就是如果他不陪我玩，我就会生气，然后或者是我要练一些魔术啊或什么表演的时候，如果他不陪我，我就会生气。我们要知道游戏的内容是什么，比如说你要把它铐起来。用那个蜡烛滴，然后嘴巴还要咬球，对，这个我们就没办法配。真的吗？你真的玩这个？不是啦，没有，我可以表演一下我的魔术。你啊，对，我可以现场变魔术。哎呦，我们现场魔术最厉害的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没办法，拿个小道具，拿个小道具，没办法。谁的手可以借我一下？啊，当然是张立东啊。好的，是我的吗？然后还是你的呢？唐哥，唐哥你啦。没有，我们结婚不太适合那个。可以啦，没有，他不是牵手那种。亲密互动不会，因为不会，不会啊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好的，唐哥。会不会就是我要把这个50块硬币变不见而已，借给大家50块，50块，对对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面向镜头。好，来，你可以帮我50块吹个气吗？不想理我。叫男生吹，樱桃小姐。我你也吹，跟想象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也吹。你也帮康哥吹。好，那一二三要不见了，一二三。这是什么？小老鼠，小老鼠。哦，难怪你一直要看歌玩。哇塞！根本是被他串到了嘛？不是，因为这个在我手上，我不会害怕。开的，我不会害怕。看来就讨厌。那他们，那50块算谁的？送你，送你。这段表演，为什么？太快了吧！去年花那么多钱。现在连50块都这样拿，所有地方都省了。回购，回购，可以，回购，回购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看要了，要了，要了。大哥说话。OK， 所以你喜欢整？对，我就是喜欢整男朋友。像我之前前男友就很胆小，然后可是我很爱看鬼片，然后我就骗他说，哎，我今天已经买了一场电影票，然后是看喜剧的，然后什么动作片的，然后说好啊好啊，去看电影，就到现场发现是鬼片，然后但他也没办法走了，因为他超爱超怕看鬼片。哇塞，你知道看电影跟谁看电影最讨厌吗？跟谁？潘若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是会一直在旁边讲的？不是，就是我们进去，他到那边让我们买票，买完票然后就这样，哎，我们看什么？我说你进去就知道了，啊，看电影不是有预告片吗？对，啊，第一个预告片说，哇，我们今天看这个，不是预告片，怎么那么笨呢？多古老啊！第二部又来了，哎呦，你怎么敢看鬼片？预告片呢？烦死了，好划算，看来一定要玩到底，核心运动，在那边练的，对。在上面，哎，大家跟我一起来，打死吧！压起来。那唯一你女友以你的疼痛为乐哦，对。你到底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啊？她很喜欢帮我挤粉刺或是修眉。那修眉那个不是说真的用剃子，她是用拔的啊，用很爱拔，因为我眉毛很粗嘛，夹子夹子，我眉毛很浓啊，然后她就希望弄成对，弄成就是细一点，有很多可以让她拔，所以很开心。柳叶眉就对了。对，她就很爱拔，然后拔完之后，然后再來就是。就是挤粉刺，然后就那种尖尖那种刺的东西啊，他清到超级干净。照理说，我们男生可能半个月弄一次吧，差不多吧。他2天弄一次，哇，超痛，已经完全没有粉刺，还硬要弄。而且唯一最怕指甲长长。哎呦，指甲长长拔指甲，蛮轻的。哇塞，很奇怪，我不懂。疗愈啊，这样很疗愈。哪里疗愈？痛啊！粉，那还有那个痘痘也爱挤。对啊，疗愈。对，那他本身是什么工作？化妆师。哦，化妆师怪啊！可是痛啊！而且你都没有留疤，他其实技术是很好的。不要帮他说话，我感恩。他就像那个士林，不是那个路边有那个斑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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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。北投旧市场那边也很。对对对对对。杨市长，你女友有要求你做过什么奇怪的要求？
刚刚讲到粉刺这一块，我挤粉刺也是很强，就是我脸上任何东西，从国中时期就自己挤，都没有留疤。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就帮我女朋友挤，结果她惊为天人，结果她开始把我推荐给她的朋友。新的工作。所以你下班回去就躺一排这样子，对。就有一次，就是她的闺蜜就是来我们家一起玩，然后结果她就说：“申大可，拜托你一件事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然后你可以帮我朋友挤一下粉刺，就是她在她挤不到的一个背上有长一个粉刺，然后要我帮她挤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她的闺蜜，好有画面哦。然后我就觉得那天就是哈开心，对，还不错，有一技之长是蛮好。你挤是特别不痛还是怎么？我挤是不会留疤，然后皮不会溜皮，就是。挤痘痘很怕，就是一挤两个指甲一靠到皮肤就死一块，然后就黑掉一块。我是在皮肤弹性还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结束掉。哎呦，开店了嘛？对，还行还行还行。那张一东有没有粉丝啊？有啊，他很多啊。你不要把它挤，不用了，抱歉啊。他的粉丝都在私处，快点。现在你是说现场现在挤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脚又这样的。好吧，那拍特写吧。不用了。你男友违背了你就要花大钱，为什么？前男友答应我说，就是他惹我生气。你买什么手机？买包包，就拿他的卡去买包包。然后就是他如果让我不开心，我可能就直接开车，就直接离家出走。撞烂？没有，离家出走三四天这样子。你们在一起多久啊？快两年。现在分了没啊？分了，可能是太霸道了，他已经没钱了，大概。不是，只刷了那一次。他应该每天躲在楼梯口哭吧？好惨。没有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大男孩。大男孩就是也是射手座这种，就是对，看起来阳光型的。然后但是就算是大男孩嘛。哦，算。这听完虽然都射手座，但是你有点吓人。还好，我觉得在吓人的是后面的人。那你会吵架？真的？你会吵架吗？会，就是我吵架会希望男朋友退让，就是射手座就是气一来，然后就是你现在不让我就要走，要不然就分手。可以忍受他是你女朋友的情举手。哎，现场好凝重哦，现场太凝重了吧？你可以的。不是，我倒是觉得他你结了婚你还想这种问题？哇怎么可以？我是说听他这样讲，我倒是觉得他还好，你们可以参考看看。中间人，谢谢推荐。对，他现在被我们训练到很厉害，是无条件，完全你这个很会员。好了，那现在单身多久啊？刚没多久，刚被分手，刚被分手，对，我被甩，你还会被分手？对，我被分手了，真的很好，你可能就是太霸道了。那你吃这个什么意思？无限大，无限大，什么都哪里无限大？今晚请吃。然后那个泡泡是什么？哪有泡泡？上面那什么梅花吗？樱花的泡泡，谁会吃泡泡？我以为吃了一个什么？不，是什么？这边是为什么？这边是打雷射了，现在打掉。你想把它打掉？换掉？那背上吃？我们要这么研究吗？哇，你背这是什么？这是泼墨。这是什么？泼墨。这是泼墨。泼墨也可以吃的。泼墨怎么吃啊？对，泼墨。那你这里是什么？啊，牛豆，对不起。真的，我看牛豆，三花都有啊，打偏花牛豆。现在是不是比较年轻的是没有这个？不是啊，这是车祸的，那是雷残呐，对，是车祸的啦，车祸哦，不是牛豆，对，不是，他们可能已经没有牛豆了。这么大个牛豆，应该把医生杀了吧？对不起，来，请坐。